谢莫莉老师。我其实没有看到那个《极乐世界四》的纪录片，我只有看到片段，但是我很感动。原来我心里有想，但是从来不敢问的，就像总经理说的，性的问题，对，那个是身体的需求，但是我从来不懂那个应该要怎么去处理跟解决，因为我很害羞，所以就赶紧。但是现在纪录片拍出来了，我们可以去面对那个问题，该怎么解决，我们该怎么面对。很热心，尤其现在这次，看到大家都来参与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也对莫莉面试非常非常的感激，因为很少人在重视身心残障的朋友，也很少人在重视艺人。好，那这都20-30年前的那么久了哈，我希望从现在开始，大家一起努力来重视这些残障的朋友。因为他们不是，只是他们只是身体残障，只是他们脑部并没有残障，就像我一样，我还是能唱歌，但是我却没有机会唱歌啊，因为没有地方让我唱，我没有饭吃啊，所以我希望这个国家呢，能够注意到每一样灰色地带的应该要照顾的朋友都要照顾到，希望大家都是平权的。